各位同学，大家好，又来到我们股尊深助晚盘叮咛。好，今天呢是四月三十号，出现了大盘的部分啊，出现了尾盘的沙盘跟压制。那主要是台积电啊，在最后一盘的时候呢，八百块钱跌到七百九十块钱。那最重要的重点还是在于四月底啊，这个法人的调整持股啊，或者是持股上的一个这个比例上的一个调整。你看，不是只有台积电啊，联电也有一点，然後像这个。 有些这个 ETF 比较高成分的，哈，比较占比比较重的，像群光啊、星象、啊、等等，都有一些尾盘上的一些压制。那主要呢都是在反映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但是不影响它原本该进行的轨迹。比如说我们以台积电为例子，台积电的关键讯号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它成交量不够啊，成交量不够啊。这条是二十 MB。 所以呢，你看到它股价这样打下来，八百二十六跌到七百四，对不对？这七百四，八百二十六，那你要一次冲上去，然后呢再过这个八百二十六的高点，这个难度太高了。为什么？量能不出，动能不继，就算它创新高，也是属于量价背离，量价背离随时也会走势停顿或反转，因此不支持它继续的做明显的转向，好，除非有出现。 两种现象，一种叫做吸售的判别，那另外一种叫做什么呢？好、啊，叫做背离，但是不立即反转。好、啊，另另外一这种现象，但是这种概率性跟机会相对的比较小，目前还是属于高档有压，所以呢，形成转折要一次顺利突破是有难度。那估计呢会来回震荡做清洗，筹码一旦沉淀下来，比如说压回。 量缩，筹码沉淀下，才有利于它在网上再做一个攻给，甚至再做一个创新高。所以估计台积电要再创新高，可能要时间再等一等。如果它短线再创新高，反而不是好事，随时一个比较大的回档或者是拉回，这个随时都会再出现。但是我也跟各位叮咛哦，台积电中长线还是多方，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比较好的位置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量缩找买点的位置，比如说像这种缩量找买点，缩量之后呢找买点，然后呢这一波回档的力度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这里先以反弹试之，反弹前方的高点还是有压力干扰，这里有个压力干扰，那它不像先前这一段，先前这段都是量缩找买点，量缩找买点，量缩找买点。 所以呢，它会高过高，高过高，高度过高，形成低走高，高过高趋势，在多方属于中长线力量的一个推动，多方控盘的推动。但是呢，短线上这一波不一样，好、哦，这一波我们估计是区间震荡，所以呢，它反弹预压，预压之后呢，震荡之后可能再做一个压回，形成区间震荡，那甚至有可能在这个区间里头。 变成有一些方向性，假设跌破支撑就形成方向，再做一个回档的幅度加深。那如果它要突破量量是缩的，这里要突破，邵老师有跟各位说过，任何的压力突破都需要有量价的配合。那假设它没有量的一个配合，它会怎么样？它会创高形成假突破真拉回，假突破真拉回。所以呢，目前来看。 这个台积电的一个规划里头，还是偏向于这个短打为之，先以反弹试之，好，先以反弹试之。那我也跟各位叮咛哦，在这个行情结构当中，自然它影响到什么呢？它影响到，它影响到大盘指数，所以大盘指数也是一样哈、哦，类似上方有压缺口干扰，缺口干扰，所以呢，上档有一个空方倒撞，形成压力的干扰，这里有个。 压力的干扰哈，压力，那么这个地方呢做震荡预压，量不够，你看到今天的量是量缩，量不够，所以预压会震荡。那这个结构里头选股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就是一个选股的关键。其中我们都知道，在近期哦，这个包含了像新台币的贬值，你看日元贬到了三十四年来的最低，来到一百六十块钱，台币也是贬的。 人民币也是区别，亚币都是比较区别。美元强势，那美元指数呢到一百零六，同时这个两年债，美国的这个两年债指利率也接近快五个百分点。F E D 的降息预期，它是一直往后延，本来今年预估降息三码，变成只降息到一码，甚至有可能不排除再做一个升息，为的都是什么？为的都是通膨，通膨。 对不对？同盟压不下来，那这个状况里头，自然而然，你看银建资产，反映了一个一个大的波段，甚至呢一个大的大涨，包含了像你看到像这个这个先前的国建呐、啊、中工呐、啊，甚至像像这个冠德啦、啊，虽然今天都是涨多有开始做一个休息跟拉回的现象，你看国建也是一样，涨多开始做一个休息震荡的一个状况。 二五二七的红景也是一样，这个涨停，然后今天直接打下来，打到跌停板，这个都是反映涨多之后主力动向的调节力度增强。像红景的部分呢，它事出必有因，在昨天已经有出货征兆，今天再做一个压低出货，在主力出货手法当中里头，它是属于这个隔一天的拉起之后呢，做一个大量大量之后呢，做一个出货，涨停板的时候开开关关之后做一个出货。 隔一天利用压低再做一个出货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短线上而言，它就是涨多反应要休息，或者是做一个震荡的拉回，因为价差变大了嘛。你看呢，从二十几块钱、三十几块钱，从这个地方涨到了六十几块钱，它短短的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涨了一倍嘛那自然而然引来了比较大的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那但是我昨天有跟位定，你银建股不要去做。 过度的追高了，因为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败象，不然像二期类的，二期类里头有什么？像这个二期光铝，光光旅有的一个部分，有非常多的像这个旅旅行社的哈，比如说凤凰啦、雄狮啦，对不对？灿星旅啦，昨天就已经有高档出现短线上的转弱现象。 所以呢，它也是涨多，反映了利多的题材开始做短线上的一个压制。你看到像二六一八的长隆行也是如此。昨天长隆行，我们带领我们的家族，在我们家族成员的一个部分里头，昨天也做怎么样呢？好，昨天先做一个逢高做个价差，低进高出。它的低进的技术操作逻辑哦，我现在有跟各位丁宁过，它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对不对？区间震荡。 然后呢，做一个突破带量，突破，突破之后呢，压到这个五日线，或者是压到一个一个侧身的状况，它就会继续往上走，一直来到了昨天。昨天比较特别是怎么样呢？昨天高开低走，利多钝化。请问利多钝化是是有利多方还是有利空方？是有利空方嘛，不利多方嘛，对不对？ 再加上利多动画，什么利多啊、哦？就国台办说这个、这个、这个观光,光的一个部分开放了這，这这些直航的部分，甚至马祖的部分做开放观光的利多动画高开之后低走，然后呢，重点是它在内盘的结构当中出现明显的增强，代表呢大单的占比在昨天增高了。 昨天震高的情况之下，就说明短线上它怎么样？这个地方有个价差上的机会点，所以你看到昨天的卖出，今天做一个验证，好、啊，直接做一个短压回。但是压回的同时，我认为趋势结构不变，所以呢，如果它回撤到了颈线，等待也是一种操作；回到了颈线，侧身有手，还是可以留意到多方的机会的。 这个就是一个价差上的一个部分。你看到像八八零，像我们昨天聊到的，像这个八零四六的南电，南电是属于叠升，跟八零三九的台台红，这个 PCB 软软性铜箔基板的龙头台红的部分又不一样，对不对？两个个股，一个是叠升趋势向下，一个是八零三九是趋势往上走，创了前坡高点的新高。 那一般呢这种创新高，如果它这个价量的背离，创新高我们都会留意到，创高找卖点。如果一旦它有明显的主力增强的一个卖讯，或者是卖盘的力度增强，外外盘小于内盘，甚至呢这个内外比的部分大于一点二以上，再加上哦大单的一个的一个占比偏重，那。 就会形成一个短线上的卖出点，所以呢，你看到像今天哦，昨天还在做一个攻击，但是呢，今天呢，很明显它就怎么样呢？短线上有一有这个有这个卖盘的一个增强，好，你看到这个量的部分，阳线红 K 缺口带上去都是量价配合，量价配合，对不对？但是呢，来到了这个今天。 他、啊、反而今天没有攻击，因为今天，今天本身而言在，在在小低开之后就做一个震荡买盘，马上就缩掉。那买盘一缩掉呢，你内盘只要一增加，大单一再增加，它就形成高档的短线上的休息。所以呢，短线上的休息，你可以先做获利卖出。所以我们带领家族成员的一个部分里头，包括像学员，啊，今天也是高出获利一趟，好做一个价差上的一个操作。然后呢，南电的部分不一样。 南电的部分是，这里有个突破缺口，形成多方倒状，出量，中继，中继缺口有手，这里有个缺口，对不对？缺口有手，所以呢，估计反弹的空间还是能够在这个延续的。可是你的防守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啊、哦，防守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做进可攻，退可守的观察。那这个行情里头，我们都知道抗通膨，因为像南港呢，昨天邵老师也提醒我们这个。 投资朋友的一部分，难敢不宜做过度追高了。好，包括像一四四零的南纺也是一样，短线上资产股也是被银建股、资产股都是抗通膨的概念而拉起，对不对？但是呢，反应涨多的同时，风险也开始变大，要留意到的反而是获利了结的动作，或者是拉回等机会，而不是盲目的过度的追高。你看到你昨天如果追红景，今天马上跌停板，那情何以堪呢？ 是不是在一个错的部位里头、错的时机当中，或者是错的位置当中去做不该做的动作，就会非常的可惜，不是吗？那我们在跟规定里呢，其实这一波的银建资产，它在反映抗通膨之外，它也反映了原物料的大涨，那也反映了电价的上涨啊。当然，电价现在目前已经动涨，啊，因为立法院的一个部分已经宣布这个要做一个动涨的决议了。但是呢，原物料。 还有通膨的一个效应，都是万物皆涨啊。那万万物皆涨，就是通膨压不住。所以呢，你看到哦，不是只有铜在大涨。今天铜的部分里头，昨天创了一个新高，来到一万零两百零八，超过一万美元以上。好，超过一万美元以上，七千八百五十六是在这个地方，一万零两百零八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呢，短短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哈，两个多月的时间大涨了，这个将近快三成，二十九点九个百分点。那国际铜价的部分里头，甚至从更早的去年的低点，这一波大涨以来，已经超过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三十六，快将近快四成。而且不是只有铜在涨，铝，国际报价的铝它也跟着涨，镍。 估，甚至像铅，甚至像这个先前的一个黄金，都纷纷的出现一些大涨。那这些本身像电子工业的一个部分或电子科技、电子材料的部分，它都是一些原材料。最近有一档个股呢，它本来它就是有 AI 伺服器的题材，但是呢，它反应继续的大涨，也是铜价大涨的增温，因为它有大量的铜浆啊。 这个铜江也反映出它股价上面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就是叫做四七六零的秦凯，而且呢，买股票一定是买未来，不是买现在跟过去。如果未来这些原物料继续的往上做大涨，或者是趋势大涨小回不变的话，那甚至呢有非常多的原材料，你看先前有一波曾经造就了，比如说像第一桶这一波，它先前先走了这一波有没有？ 先走了这一波，这一波就是在反映铜价的大涨，甚至呢强韧电网计划里头的大雅，它本身在电线电缆的部分，它除了反映台电的强韧电网计划之外，它也反映铜价的大涨。铜价的大涨，那这一波呢股价涨多拉回，但是呢铜的国际盘继续还在涨，那这个拉回当然你留意它量缩找买点的机会嘛。 但是呢，等待是一个关键哦，等不是积极哦，等不是消极，它是积极哦，等是等什么呢？等是等机会，等技术的满足。比如说，我们以大雅为例子，大雅在这一波的高点，好、啊，高点到低点，对不对？它出现了这个量的最小，这里是量的最小，高点的位置在这里，出现量的最小。那这个量的最小的低点，好、啊，如果它失守，那就代表。 回档还没结束，那如果假设呢？这个低点短线上有手，那就代表短线上量缩达到了一个回档的满足，初步满足之后呢，再去观察量价的搭配，主力的回买，它就有机会转上去，就形成一个高胜率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法，好、啊，操作的一个技巧。 所以呢，我也跟同学们提醒了，就说呢，这个像大雅的部分，就是你看它今天已经出现最小的缩量，所以呢，就是缩量的低点跟高点，L 跟 H 都有其关键性的意义，哦，特别去留意。那现在我们跟同学们叮咛，像抗通膨里头的南港呢，一四四零的南纺呢，甚至像一四零二的远东新呢，好，远东新今天创一个破断的新高，其实它还原全值是新高了，哦，是历史高了。 今天最高来到三三点，这个三三点一五，前波有个高点三三点三五，这个时间拉长，它是一档好股票，时间拉长，结构不变，趋势不变，所以呢稳定，而且安全，但是呢稳定有余，自然而然就是供给不够，所以呢相对的它并不是那种比较强涨势的，也不是强攻型的。 好，非常适合稳健的投资者。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波动大的，反而这它就不适合你，可以做一个忽略。那我也常常跟各位叮咛，实际上这样子的一个好股票的操作，都是需要时间的拉长去做等待，效益才会做放大。有的个股也是一样，拉回也是做一个等待，效益才做一个放大。等待是一种操作，等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等也不是乱枪打鸟，而是养精蓄锐、蓄锐。 鹬蚌相争，最后得利的是等待的渔夫。好、哦，刚才老师提到的铜价还在继续涨，对不对？今天光是铜价的部分又涨到了一万零一万零两百两百美元以上，啊，一万零两百美元以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两天跟贵丁宁的像像这个一号同学、二号同学、哦，这个股价有拉回，要找机会。我们说过，一买布局，二买低阶，三阶突破，二买低阶。 所以呢，等它拉回震荡的时候，反而都是留意到低阶的时机。可是呢，你看到有一些个股哦，它有原物料材料的题材，比如说以三六九一的塑合为例子，三六九一塑合的部分呢，今天呢盘中一度的攻上了涨停板，一度的攻上了涨停板。同学，你看到它是不是这里也做了一个拉回？拉回之后呢，量缩到一个极小，对不对？ 几小时后来，同学我们看到缩量的低点没有被做一个破低了。来看这里，缩量的低点在这里，这个最低点在这里，对不对？最低点在这里，所以呢，它没有再做一个破低，最小的缩量没有再做一个破低的情况之下，形成缩量高点的突破，所以代表怎么样？主力回攻，多方再起的讯号。那数额本身它就是电子材料。 导电浆，甚至银浆，甚至铜浆，甚至它有一些子公司，它有电池材料的部分。那电池材料的部分呢？今天有消息，马斯克有没有？对不对？他去中国一趟，结果呢？这个面会了这个中中国国务院的李强，好，总理李强后来取得了这个 FSD 啊，就是呢全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一个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认证。那这个部分呢？ 市场的解读是激励到电池板、电池的一个的一个概念或电池相关的族群，有机会随着电动车的增温、电池的效应来去做一个拉升。但是呢，硕和它本身就有电池的材料材料供应，那子公司有个叫做星河，也是全台最大。硕和本身呢，它在这个电子材料的部分非常多，只不过呢，太阳能。 导电浆的占比比较重，大概占了百分之六十六十八。那其他像像这个被动元件的原材料，铜浆哦，甚至这个其他的这个原材料的电子相关重点材料的这个，还有电池的材料的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获利性非常稳定而且好的。那尤其今年呢、哦，去年亏损，今年怎么样呢？今年开始回复高成长。 所以呢，它在原物料刚刚有提到钴啦、铝、铝啦、银啦、镍啦、钴啦、铜，年初至今几乎都大涨超过三成。拥有大量低价库存的电子材料商，自然而然跟着受惠而水涨船高。那技术面的部分就拉回震荡之后，多方在一起，这个多方在一起需要技术面的判别，需要你这个比较高阶的技术判别。 那你自然而然你就能够掌握住它该掌握住的机会，再创下波段新高。所以呢，这个拉回之后再往上走的这一段，就是可以获利的空间机会，而且是高高胜率的、哦，好高胜率的获利机会。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假设电池材料开始增温，电池材料有非常多的相关的个股、哦、趴在地板上。 你看这个机器有多低，最高六十多块钱，六十二点九，跌跌跌跌跌跌,跌，跌到了最近这一波最低二十七点二，跌掉了百分之五十六啊。那重点题材就是马斯克中国行啊，取得 FSD 辅助驾驶通行证，那么激励到电动车市场，还有电池材料有望计有望这个谷底翻阳的机会。 那另外呢，这档个股也是储能储能商机的一档个股哈、哦。那储能未来的爆发会带动下一个成长，电池系统的部分搭上了半导体不断电系统电池模组。这个不断电系统就是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多震多震的国家，对不对？多震的一个的一个这个板块冲击的的地震带呀、啊。那这种地震带的部分呢，很容易造成断电，所以。 不断电系统非常珍贵，那里头的系统电子模组哦，就是这家公司所提供的。因此呢，它股价位置在这个地方是严重被做低估，就算抢短多反弹，都有一个大的空间可以做期待。那如果假设这个地方量差，我们看一下这个量差，这量差出现这么明显，对不对？是不是代表呢主力进场，主力表态？ 形成大单的表态，外盘的增强，量差的放大，也代表量价的配合。一红吃多线，一红吃三线，也有利于多方的启动。最重要的是迭升，基期够低。所以呢，我也希望同学们跟紧脚步，把握住跟上操作的一个机会。操作上面就是习惯思考未来，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会实现的商机。产业趋势向上，就要赶快去做。那蔡老师也欢迎各位来去加 Line，蔡老师的赖，小老鼠 GUSG 一六八。 掌握住加好友，掌握住加赖，掌握住跟紧脚步的机会，或者是电话的最一个拨通，掌握住跟上脚步的时机了。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次再会，拜拜。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